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，节目来自莫拉达尔的三人说。而今天呢，我们是跟着重点一起。要，结果竟然有一只爱丽丝。这个爱丽丝呢，有点失误了，被我们刷到四层被动，顺利把它。
罗对我们的威胁呢，并不会那么大哦。毕竟我们有威仪，而且有。到吉他地方，爱丽丝跟罗二，这时候二技能留着地方炸裂了。我们二技能呢也有破防了。这一套出装呢，二技能有475的破防，而我们的钢枪呢有250、哦，加上我们的奥义呢，打敌方的后排非坦克单位几乎是正式伤害了。你这边并线金塔，我们来拆一个中路防御塔。那先拉开。